天看这个雷克啊，冲着这个雷姆一天天的猴急猴急的，咱把他们放出来之后啊，让他们自由的自由在这活动，搭配第三次，省着这个黑客一直在这叫唤。我估计他叫这个声音，我估计是雷姆还没有过去啊，所以说就把他们放出来吧。成功了。东西，你这是跟谁学的？你这是啊？你看我给他辅助一下，这么难啊？刚才抓他往上滴溜，让他站起来都站不起来。你看我现在给他套个绳子，然后这腿还得顶着他，还得给他那啥，就相当于给他弄了个架子一样啊。实话说，咱家狗如果要是用架子配的话，这公狗根本就不搭理这母狗。以前试过两次啊，以前朋友那有架子，给他拿过来之后啊，给他第一次这个母犬不动了之后，这公狗立马就掉头就跑了。关键是这个事儿是在谁呀？就是在黑客啊，你这个进来之后太着急了，你俩哪么就跑跑活动活动，说说悄悄话，那就行了。他也太着急了，性子太急，上来之后就把雷姆拿下啊。这个黑客以后的得挨打了啊！海盗按捺不住了，哦，他着急了。别着急啊，你后边这两个媳妇儿就够你用的了。哎呀，现在已经搭配成功，已经十几分钟了，十分钟了是吧？我就把这绳子给他拿下来。他愿意拽到哪儿就拽到哪儿啊，让他们自由活动。黑客雷姆已经搭配成功了啊，这次用的是15分钟啊，不要要求这个时间的问题，他们两个能自然的搭配成功那就行了啊，你就挺好就行了。黑客的这个小蝌蚪是很好的啊，再一个，今天也属于是啥呀？咱们家是双喜临门啊！妞妞那边也给大家报个喜，她已经检查完了，也是待胎，20天之后就接成小狗就行了。这两位啊，黑客这边是呢，也是一喜啊，第三脚搭配成功了，是不是双喜临门？就期待2个月之后，他俩又会生出小狗王跟老粗这样的惊喜，对不对？不需要多，还会7、8只就可以了，完全够用。不要生多啊，姐妹。自由活动吧，你给黑客要不准备鸡蛋，还让他吃鸡蛋呗，是吧？是，补充补充营养。干这个活体力是消耗的比较大，所以说咱就拿2个鸡蛋给他补一补。一会儿那鸡蛋皮不让踩碎了，不好扫。别喝去，黑客开始褪毛了，你看这毛红了。看咱家雷姆了没？现在都不是个省油的灯，搭配的时候来回转圈，这是出去这草坪之后直接找小女王干架去了。我要说着他晚上回窝的时候，走到这个谁虎妞那儿，差点没干起来，啊！你看看这脾气，现在只能我能说得了他，谁也说不了了。疯了！实际你也说也管用。你看你那身泥黑客，哎呀！他自己蹦的在窝里边。行了，休息吧，就这回就可以休息了。接下来你的任务就要跟海盗啊，或者是跟那二牛。二牛啊，二牛。开始
训练当中啊，休息几天吧，先休息几天，先休息几天，然后备战，休息几天备战之后开始干。